新闻继续来看的是中部台的护理之家，日前配合嘉义县消防队第三大队办理一场盛大的火警演练，是由院内的护理人员配合消防队第一时间抢救大量的病患，因为病患行动不方便，是增加着抢救的困难度，演练过程是真逼真。一听到有火警，安养院的人员是马上疏散院内的病患和时段，而消防人员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院方人员的配合之下，来顺利完成抢救的任务。这场逼真的消防演练是日前在中部大地护理之家的演练活动，是结合着嘉义县消防队第三大队来规划安养中心发生火警，准备抢救大量的病患。而因为有真侪的病患行动不方便，所以护理人员和消防队员的配合，佮成为这次演练的重点。那这个训练最主要目的是我们养护中心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人员的应变措施，那包括到。我们大量伤病患的一个处置作为，还有院方的配合。演练是规划着火警发生在安养院的三楼，第一时间由安养院中心的护理人员启动着自卫消防组，安全疏散病患。等待着消防队达到现场，是马上执行着救火的任务。消防队是以人命抢救为第一个优先，最后是核对人员、病患的人数来完成演练的任务。咱大德大恩护理之家很荣幸哦，这回会当来配合咱。嘉义县消防局第三大队这个演练吼，水火无情吼，人讲吼，多一份的准备吼，减一份的信心吼，来带咱大恩大德的护理之家这些老大人，唔是讲干那爱甲顾好尔，顾好这是咱的基本吼，最主要就是讲拄到对危险的时候，咱嘛爱会当安全吼，会当哈离开这个危险的所在，所以讲今仔这个演练对咱所有整个大恩大德护理之家的员工，所有的这些人员吼，对因的经验以后咧吼。拄到紧急的时阵呢，即我都好来保护着即四大人吼，即就是给阮一个真好的机会。火警发生的状况真多变，但有即处的演练是加一份安全的保障，而民间和消防人员的合作，共同来提升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西新新闻陈佳桦传播乡采访报道。